我给你看一下，这边就是，是这样的一个餐厅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天气，你能喝一碗，吃一碗牛肉汤，太棒了。20这个挺好是吧？尝这一面啊，哇，太棒了，适合我的口味。人还送点点小菜啊，萝卜，好吃啊，这东西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儿，不是，我这几天基本上没正式吃什么东西。我来看这牛肉，这大块牛肉，哇，我就买了几个锅盔，那个锅盔啊，就跟在那边那个饼一样，是吧？那锅盔得买几张带上路上啊。哇塞，这大块牛肉，哇塞，这面太棒了。怎么回事？